成日以靓样示人的24岁青春歌手 Selena Gomez 上个月因为红斑狼疮复发产生焦虑、抑郁、恐慌等等症状，宣布暂别乐坛。据美国传媒报道， Selena 现在在田纳西州康复中心休养和处理情绪问题。最近有人在当地一间游戏机中心捕获剪短了头发的 Selena， 见她心情轻松，望着雪糕好像很想吃的款式。雜誌 In Touch Weekly 仲爆料，和 Selena 去田納西州康復中心之前，其實秘密入住在附近的全女子精神病院。 Selena 決定找專業人士幫助的原因，是因為她之前終日沉迷飲酒和去 party， 情況太過失控。